会当伫你人生中有作用，我就已经足欢喜啊。你是一副烂土，搞袂上饼。是我先对不起，是我先解放袂记，是我先爱着别人诶。因为你是我罗家峰的太太，哥哥即马要五万里铁路加冰心，确实是无可能。天天，罗家峰，敢讲青玉是想起我甲伊的过去啊？伊会好收袂记得啊？三立台湾台，天道。你要叫我跟清泰离婚？有吴金玉这个客糟囝，甲吴信贤抓条条，恁就想要放弃我？谢出去！你搞谢出去！什么呀？叫吴金玉卖给吴信贤，恁爸一定继续听吴信泰的口令。吴金玉只是一个客糟囝，你哪会比信贤搁较对？因为吴金玉不是客糟囝，是伊的亲生查某囝。是迄个死去的小阿姨。三立台湾台，天道。就算我的脚手无优点遐尼厉害，也唔过我用我家己的方式来做你的最强老爸。爸，你不是讲要听我？你总算愿意理我，你总算愿意理我这爸爸。我今日一定要跟廖孟思解除婚约，伊竟然敢有阴寸头好势，搞黑哦！什么去我的不雅照维持婚姻？为什么去你跟信任一点仔关系拢无？文部敢无你劝新妇啦？那你甲这提出，这手指哦，你要好下袂好下，规定我是无可能跟你结婚的。这他们他妈确实有问题。真正有病死死的残留，我早都知影，迄个钱啊赚完，唔当你信任啦。你讲迄天直接交完了，就去加工厂，去别个所在。我讲无就是无，恁到底要讲几届啊？那呢？就是你讲袂散，台湾记录讲的资料是话，你去加工厂进前，有去温泉饭店，要哪开水？看来你真正是怕生要放弃我甲莹莹啊！我现在走，谢主席，你搞死！什么呀？吴金玉只是一个客糟囝，你哪会比信息搁较对？因为吴金玉不是客糟囝，是伊的亲生糟囝。今嘛想要看小乌龟龟尾咯？你硬要侮辱我，也唔过袂用讲罗家峰的歹听话。是我先对不起伊，是我先解放袂记，是我先爱着别人的。你，我警告，我唔是你的客人。